玉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？二小姐年前在后山被毒虫咬伤了脸，她是从后山一路跟着我。后山，狐狸精，好好闻啊，闻到了今天晚上给你加大鸡蛋。去。妖魔的生死咒，藏在里头的人来头不小啊！狐狸精，乖乖的在这待着，别乱跑啊！